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一个人等人啊？能不能认识你一下？说想让你陪我陪陪我，可以吗？这钱你先拿着来，这钱你先拿着。就是怎么陪呢？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陪。然后这个钱呢，你先拿着，我不是坏人，也不是骗子，你钱拿着，就是我一会儿，我希望你就是说，吃个饭，然后晚上呢，就是跟我在一起去宾馆开个房，这样就行。然后这个钱呢，就是你先拿着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我是坏人怎么样，就是神经病吧？好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你先就是把钱拿下，好吧？然后我是很有诚意的，如果说你认为钱少的话，我还可以加钱，就是说我是真心，就是说对你，来，这里是还再加10000块钱，你先拿着，陪多久？就一晚上啊，对啊，就一晚上。如果说后半夜你想走的话，你也可以走。确定是一晚上？啊，你放心吧，就一晚上，不多不少，就一晚上。做完第二天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谁也不认识，就这么简单。确定吗？我肯定是确定啊。这个你可以放心，100%，啊，行吗？你放心吧，啊，没事，行吧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就答应跟我走了呗，是吧？确定是一晚上吗？就一晚上，你放心吧，好吧？行吧，那就咱俩就现在走呗。现在走。啊，现在去先开个房，好不好？留在这里坐一下吗？先去开房，然后我们下来吃一个饭，然后再上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吧？走吧，别在这坐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有什么意思？走吧。房间还不错啊，坐。哎呀，你是经常出来，还是今天第一次出来？第一次出来不挺好的吗？为什么来广州呢？一个朋友介绍过来。朋友介绍过来的。这边你在这边做什么工作？销售。做销售啊。有对象吗？有对象。那你还挺胆儿挺大的。洗完了。来，是吧？反正我看你也不像那种特别那种爱花钱或者拜金的女孩，你平时花销大？不多，我平时还算。平时花销多吗？不多，我平时还算。平时很少。那你为什么为了10000块钱愿意跟我出来开房呢？你还有男朋友？我也有自己工作。就是刚才听你讲完了之后，说实话我是挺同情你的，知道吧？那我这是被录进去了吗？对啊，你是被录进去了，但是你放心，你不用担心啊。这个你们的拍出来的视频呢，我们会在你的脸上会打上马赛。